泌尿道发炎反复发作，罪魁祸首竟是他。60几岁的女性，出现尿道发炎就会频尿，然后血尿会有灼热感，甚至会有下腹疼痛的状况，还会解出血尿。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，要到诊所看一下。还是又复发，一查发现说有一个气沟分的鹿角状结石，这个就是感染性的结石，把肾脏塞满，你上游这个部分没有解决的话，它细菌还是一直下来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